时远追真武，至今武当门内游，神剑藏于海上，太极秘术算到人间之语。哇哇，这把嘢好犀利啊！真定假啊？真嘅，不过未开封。武当剑讲求以气运身，身剑相随，以剑待人，人剑合一。剑道合一要求太极腰八卦步，形意尽武当神，刚气贯山河，柔行云流水，快追心赶月，轻似扑鼠灵芒，走化血端玄机妙舞。箱子追魂必难逃，每个人看都吓死了，真的是厉害的。咦，那个紫色衫又换了衫喎？呢几个女嘅喎？系啊，紫色衫嗰个咯，呢个系咩？呢个啊，最末最后呢个。内持丹道，外显金锋，武当太极剑。吐气纳息，胸怀天地，源于道家内丹修炼，寓于大道的力量，属传于宫观之内，大成于三峰祖师之手，为道家心学之精华。流行于三才，理万物之性，辅万物之命，中万物使万物者，皆是剑道的妙处。当剑以柔克刚，以静制动，后发先至，四两拨千斤的技击特点，具有强身健体、防身自卫，触发人体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。是集武术与养生为一体的剑法。